这是我吃过最便宜的自助餐，看看这一大桌子的菜，我的妈，这一桌才只要500多块钱，你敢信啊？看看这个奥尔龙肉，哇，你看它给拼成了一个凤凰的样子，然后下面配了一些三文鱼还有鹅肝，这个东星版的摆盘可真好看，你看像条龙一样在这盘着，还有这只阿拉斯加帝王蟹，看看看看这蟹腿肉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白真，今天带你们感受一家上海新开的自助餐厅，走吧。白先生晚上好，欢迎光临您的盛宴。哇，我等会儿我先看看，哇塞，它这个大冰雕，有种回到了东北的感觉。日式刺身区，我的妈，这还有一个大冰雕，而且上面好像全是海鲜，这个叫海鲜滋造区。那这个帝王蟹，这是面包蟹，这边还有个这个澳龙，澳龙，我的妈，这个好看哎，这下面这都是什么虾呀？叫罗氏虾，然后这边是什么花蟹，都是切成一半一半的了。三眼蟹是什么蟹？看这个。里面全是黄，我的妈，真的是满黄的螃蟹，这看着太爽了吧。还有珍珠鲍啊，这叫珍珠鲍，看看还在动，还在动，我好新鲜。我的妈，娃娃鱼，这个你敢信吗？我都没吃过这个鱼。这还有叫龙胆斑，天鹅蛋这个东西嘎嘎好吃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这个今天要吃到爽啊。还有这个扇贝，鲜北极贝，哇塞，这也太爽了吧啊。这边还有鲜鱿鱼，这边还有八爪鱼，我的天，还有牛鞭，你敢信？鸡白子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是海参吗？还有生蚝，这是生蚝吧？这边还有鲜人参，这一排就是大补区域啊！这个吃完了以后，那不得嘎嘎，嘎嘎的吗？这个恒东星斑，这玩意老贵了。然后这边还有珊瑚蚌，看看，这个我也没吃过。我的妈，这还有甲鱼，看看，也是切成小块的。这啥？鳄鱼肉，看看，你们很多人不是没有吃过鳄鱼吗？这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过瘾了啊！这是新鲜的海胆吗？北极贝、三文鱼，哇，这个好看。这是啥我都不认识。这全部都是甜虾。这是甜虾，这是鳌虾，这是黄金鲍，还有这个冰山蚌，这是什么海葡萄？这个东西我从来都没见过哎，没见过吗？这边是章鱼足切的片，这边是红金枪鱼，这边一大堆生蚝。我的妈，这个海鲜食材区是真齐全。我们再看看下个区域，走。这外面好像还有个泡泡屋哎，这个可以哎，坐在这个里面吃饭感觉也很不错，来感受一下。这种坐在外面的感觉是不错老板，粉丝问子小姐送苹果14，现在还能明白？可以啊，刚好厂商这次又给咱们粉丝争取到了一波升级福利，苹果14秒变苹果14 Pro Max， 还是给你们放在视频左下角链接，登录就能参与。左下角游戏是每个人都能参与领取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有看到我这条视频才能领取，不信你花个3-5秒去左下角下载试试，完成任务领不到的话算我的，只是这次的14 Pro Max 不能选颜色了。颜色不重要，我先去下载。OK， 我们先回去再看看。现在我们来到这片叫法式铁板区，这是做的是什么呀？羊排。羊排。这边还有香煎澳带鱼、香煎黄花鱼和铁板煎鲍鱼，看着好香哎！再等会拿一份，看看。哇塞，这个六呀，这虾看着就有食欲。这边香煎小鲍鱼，这边是贝肚，也是鲍鱼，还有这大虾。这是小黄鱼吗？这小黄鱼很好吃。法式鹅肝，师傅，这个多久能吃呀？这个马上就上好了。好的。这个是这个鹅肝的原材料吗？对。这鹅肝这么大，你敢信？我觉得差不多有我一半那么大。这鹅肝有这么大呀？它这边还有羊肉串。我他妈，你家羊肉串都烤鲍鱼啊？这是鲍鱼。这太奢侈了，兄弟们。这是牛肉串。牛肉。这是羊肉。对。这个等会儿给我来几份，好吧？可以。好的。这是鳗鱼，还有烤榴莲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排盐焗虾，上面应该是在烤扇贝。这边小青龙，这是雪蟹的蟹腿应该是。然后这边还有烤生蚝，看看，我的妈，这个生蚝真的是嘎嘎香，哇塞！这边还有这个鲜活的海鲜区域。师傅，那个这个我是可以自己打捞吗？对。就拿这个桶是吧？对。这是梭子蟹吧？对。看，特别活跃，看，哇！先来一桶梭子蟹蟹，看，这里面是鲍鱼，哇，这么紧吗？看，这鲍鱼都是鲜活的，直接下手去捞，哇，这种感觉过瘾啊！这边还有一个烧鸭烧腊区，烧鸭烧腊，这边是已经切好了的，这边还有好多熟食，这个是什么区？叫热菜区。这边还有牛羊肉，看，哇，好齐全啊！这边还有个寿司凉菜区，
哦，这边还有个西式点心区，看看这么多小点心，哇，这好看哎。然后这边还有冰淇淋和水果区，但不过这人比较多，我们还是先回包厢吧，走吧。白先生，这是您预定的包厢，里面请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我的妈，看看，来，这个不是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叫刺身艺术拼盘吗？你看它给拼成了一个凤凰的样子，然后下面配了一些三文鱼，还有鹅肝、北极贝。哇，这个好看。还有这个菜叫做澳龙滋造，看看这个龙虾肉，上面还搭配了这个鱼子酱，哇，看着就好新鲜啊。这个东京般的摆盘可真好看，像条龙一样在这盘着，你看看这个鱼肉的纹理，哇塞，看着就好新鲜。我才发现这个鱼头这么大，看看这拳头才多大呀。哇，还有这只阿拉斯加帝王蟹，看看看这个蟹腿肉，哇，晶莹剔透的，这个应该是涮火锅吃的。还有这个海鲜拼盘，看看这个有膏蟹，然后有扇贝，还有几只大虾。我的妈，你看这个海胆好肥啊。还有这个鳌虾，这边还有生蚝，哇塞，这一大桌子，这也太爽了吧啊！我记得这些东西很贵呀、啊，哎，服务员，就是我是今天是来吃自助餐的，不是点餐。没错，白先生，这是自助餐的，随便吃，不限量的。不，你确定这一桌只要500多？确定，随便吃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你把我刚才就说好吃的那些，你全部都给我上一遍，好吧？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哇。这是雪花牛肉涮锅15秒即可食用。这是白灼红海参和八爪鱼。这是白灼梭子蟹和珍珠鲍。这是白灼天鹅蛋银花甲王。这是白灼冰鱼和皮皮虾。这是一些火锅食材，分别有牛鞭、娃娃鱼、鳄鱼、珊瑚蚌、冰山蚌和海葡萄。这是烤鲜羊肉串。这是烤鲜牛肉串。这是炭烤小羊排。这是香煎银鳕鱼。这是芝士焗蟹堡加烤榴莲，这是芝士焗小青龙，这是法式香煎鹅肝，这是炭烤粉丝扇贝，这是有机蔬菜菌菇拼盘。我的妈，这也太爽了啊！还有我要声明一点，就是这些量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我今天带了6个助理一起来，他们现在已经哈喇子都颤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先干饭，等一下我再给你们做一个总结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不是吃撑了啊，兄弟们，就是自助餐也太爽了吧！咱先不说它便宜，种类还多，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因为时长问题，我很多都没有拍，所以我建议，如果说你要是2-3个人来吃的话，就去宿大厅，才300多块钱；如果说要是招待人的话，就来包厢，才贵了200多的情况下，它有排面呀，对不对？以后还想看什么，跟我说，通通安排。